后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定制的几套衣服，走，帮我选一选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老板好，欢迎欢迎。你好，我的衣服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这边。那我们试一试吧。好的。哇，好看。这么多人，好看好看好看！哇，这个颜色真的好好看、哦，穿出去感觉整条街最亮的就是我了。Yes， 因为这个颜色真的好正啊，哇，好喜欢。好看吗？好有气场！哇，这个真的瞬间就是，虽然颜色没有那么鲜艳，但是就是那种气场全开的感觉。我很少穿这样的衣服，真的，国潮才是顶流。这身衣服就诠释的，姐就是女王，霸道女总裁上身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终于实现大长腿，又直又长的大长腿了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啊，很衬肤色，肤白貌美，大长腿，太合身了。Nice！ 哇，这么好看！这么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！我的气质都提升了10个度啊！好看，我的气质好好看！哇哇！主要是它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它定制的这种掐腰，把你的身形修饰的非常好。这个不愧是定制的，它真的是把你的整个身材的曲线修饰的非常好。像我的腿本来是有点那种粗，也不是特别直的，非常的笔挺的腿。我第一次觉得我穿正装这么好看。我不光自己定制了，还给你们定制了哟。就是我身上这一件 polo 衫，看到没有？花了小小的心思的哟。我觉得面料非常舒服，而且版型非常的好，不管男女老少。咱都可以穿，老板，衣服打包好了啊，辛苦了，应该的，好，下次再找你们定制啊，好，辛苦了，拜拜。